柯文哲认为哈、哦，检调效率太高了，怎么一下就来抓他哈、哦，就来找他哈、哦，那就查这个搜索等等，我们看他怎么说。是自知麻烦大了吗？一出家门态度放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即便开了记者会，外界疑惑对政治现金的疑问仍然满天飞。如果中华民国政府效益都这么高，我们是很乐见的。我这边我还是有信心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支出都有平整，我这没有问题。大酸减掉动作之快，来贝翔。我其实这两天都一直被问到这个问题，那我的第一个回答就是说，我们希望看到有一个公正第三方出来，真正的公正第三方出来，去把整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因为公正公开透明是我们所有关心的人想要知道的事情。而如果我们有这个结果之后，当然勿忘勿重。不过这边中间就我记得有媒体跟我提说，他们希望说你觉得黄国昌出来做这个调查委员会是不是好事？我说绝对不是，因为瓜田李下嘛，他查出来有事也不对，他出来没事也不对。所以说不要让国商委员去尝这个浑水，反而说一般来讲说，那为什么不找司法呢？其实这就是我对于这现在司法跟减掉司法监察院这边我很疑惑的事情。回到陈忠彦的案子，明明证据确凿，却那个监察院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因为二月那个监察院的判决出来的时候是今年3月21号，那时候赖清德还没有上任。我们还不知道，大家还不知道他对陈忠彦案子的态度，跟他最该怎么去做。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看到，如果说是法在检察官、法官跟监察院三个都有不同的判决，他都不同的想法的时候，那我们人民的对这个评论的标准，变成是说完完全全不同的时候，变成现在是雾里看花。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从政治面上来讲，其实目前我们看到速摊是最快。而且是唯一能够讨好、能够尽快能够提升民意支持度最快的方式。那我也听过一句话，叫做"司法法官是最准的风向球"。我记得这句话好像是那个陈文茜大姐讲的。那这句话讲的意思也是说，我们目前赖清德即将执政百日，那目前他最能拿出来的政绩就是速摊，就是把郑文灿前行政院副院长抓进去里面。那在接下来的话，他不管是对付高虹安，还是对付宽恒学长，还是现在对付柯文哲，还是知道对付谁，都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算是一个洗涤人心，一个速摊的行动。当然他自己也要速摊，所以陈忠彦现在就被点名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经济民生都不好搞啊，不然我们不管我们谈的两岸关系、国际情势、能源，甚至治安，全部都不是说一时之间可以解决的。所以拉回来到柯文哲身上的时候，我会认为说，这个案子如果真的要能够水落石出，真的要能够大众有一个好的一个说对民意跟调查结果要能够符合的时候，那一个公正第三方出来来去把这件事讲清楚，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但这公正第三方很可惜的，我觉得在司法在检调这边可能无法胜任了。抱歉，没有公正第三方，他当然也不应该由黄国昌来处理，因为这两天黄国昌讲的话，他其实是站在柯文哲这边，所以非常的明显，他没有办法公正。不，我向你报告，这个柯P的竞办的这个案子啊，其实有一点扑朔迷离啊，不管你什么角度去看啊，都有一点都不容，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像益智游戏啊、填字游戏一样，你想来想去，我想了一整天啊，我觉得我破了半个案子，那剩下的半个是什么呢？就剪掉查出来所有的名字填进去，整个就破案了。你晓得我怎么切入了，你知道吗？因为柯文哲第一个时间点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显得柯文哲心中的焦虑。他说没有一块钱进入私人的口袋，错了，所有有关金钱的弊案，通通是钱进入私人的口袋。因为不管是谁的口袋了，对了，不，你觉得有钱进入别人的口袋吗？当然进入私人的口袋，进入私人的口袋才兴奋啊。才有挑战性，才有刺激嘛，才有动机嘛。那钱也不会进入公家的口袋，那也不算弊案了，所以一定进入私人的口袋。那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就从我们开场白讲的，钱太多了，进来的钱多到好几亿、好几亿，而且有很多人不愿意曝光的，这些进来的钱，那边加外面，这些都被人家开进这个，抓去装在口袋里头，这些都没有，都不重要。
因为这些被发现的话就交归处理就好了。现在是猪支出的问题，现在钱这么多，那我们刚才注意到就是说文宣啦、造势啦、民调啦、装潢啦，这些都是碰红高甚至一倍两倍以上的。那现在建者有份，大家说如何卡油装进口袋，那很简单啊，现在就是你要做两样事情，要么做假收据，要么做假发票啊。你觉得哪一样比较简单？假发票比较简单，因为全国到处都在做假发票啊，所以你竞选的时候做假发票更是司空见惯。那你假发票做了以后，钱就进来了。但是假发票要有人收啊，因为收人要发给要发假收据啊。但是假收据做了以后，哎，那没有钱，我这个收据怎么交代呢？现在问题发生在这里。所以呢，三间公司啊，就是奥尼尼奥还是奥尼尼奥尼奥那个。啊，起始行乐，石勒哈，石勒，时间，还有这个木可，这四个你注意到有没有一个共同点？有，他的负责人或者是实际操作的人，都是同一个系统的，要么就是自己人，要么就同一个系统，要么原来没有那么亲的，后来大概反过来变成自己人了。那现在就这四家是要给那些做假发票的人。交代说你这个钱我要挂在你身上哦，啊，你收据要去处理好，这些公司啊，这些人头公司或是政党的附随组织做不来，而且时间紧迫。啊，这个时候最让人想不通的就是这个会计师竟然配合了。我认为会计师配合的他跑不掉的，他罪一定有的啊，他就是配合但是还是做不出来，所以就大家就翻脸了，是的。所以今天我不骗你，这个钱哈，就是我虚报嘛，我虚报，我假报，300万变成800万、500万，500万还不见得进到他口袋里的，也许他给你回扣啊，就对我800万，你800万给我，我回扣你200万，我600万在哪？300万啊，自己花的，就只有300万，大概就是这样。那我问你，科比有没有问题？我觉得黄珊珊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因为所有的系统绝大部分跟黄珊珊有关系。所以黄珊珊绝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整个系统在操作，他不讲话了，他不讲话，但是他有没有得到好处我不知道。那柯P呢？柯P现在是很微妙，因为所有的人像婉慧啦，像蔡壁如啦，像黄国昌啦，这个柯P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是很干净的，很廉洁的，他们到今天都还开口闭口说柯P不爱钱，柯P绝对没有，柯P只有一个可能啊，就是你们制造这些从大公司变成小公司，从大水库变成小水库，这些运作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处理掉很多的盈余，而这些盈余是作为未来2028选总统用的话，那柯P恐怕就说，这没办，这没办。所以啊，这些就是说，反正盈余的钱就是我的钱啊，国库就是党库啊，党库就是我的口袋啊，这个有可能，但是这个要抓他比较不容易。但是哈，选举的时候钱如流水，你见到了以后不心动，好才奇怪。那你心动了以后，大家想的办法都差不多，你一定要做假发票。我告诉你，从假发票抓人哈，来填进我这个基本架构，这个案子就破了。另外一种，除了假发票，我刚刚在想，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花很大的钱去做嘛，回扣了，对，讲到回扣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明明平常只要200万可以的，我给你1000万，我给你800万，那我凭什么要给你800万？我什么凭给你1000万？你中间有一些到私人口袋里去，保证我相信这次选举以民众党这样的报销，一定有些钱是到私人口袋，我不认为是没有，只是你抓得到抓不到而已了啊。